爸迪，又到了每日清晨最开心的环节，今天我要需要一首歌曲来让我心情放松，精神抖擞。今天我要听的歌曲是我从喻言的歌单里，喻言真的听歌还是很有水准的，这首歌我听的时候一听我就入迷了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，那我们就一起来嗨起来吧，哈哈哈哈。